我是这次无间无展的无间，然后我不知道说什么。所以我先讲一下这个职位，我最想感谢的就是我们另外一个姐，就是大家好，我是这次舞展的器材，器材平常就是要
借一些器具什么的，然后我，然后我进入学校要跟警卫打交道才可以进去，而且还要台语沟通，因为我写些一些社长、一些副社长后面就几个名片啊，然后还要跟他沟通很久，然后才能进去。所以借东西这方面真的很麻烦，只是也多亏有大家的帮忙，我才可以坚持到现在，因为我们社团的人真的比较少，更何况很多事情其实都是我一个人在分担，所以。合作，所以我也是很谢谢大家，在我们这样的社团里面还这么帮我们，我很开心。幸好有大家，所以我才可以坚持到现在。因为我们人实在太少啊，当初高一在跳的时候也是我一个啊，要跟我一起练舞的每个同学都很愿意跟我聊天，怎样子，所以我才可以坚持到现在。让我找东西，谢谢大家。我是这次舞展的音控，对，音控就是很谢谢四校的干部们，还有小孩，然后就是一起度过这段。集训啊，资深集训，然后就是过程中虽然有遇到疫情的关系，然后减少了一些我们练习的时间，但是我们在这一个月也很努力，然后每天都练到八九点或九点到十点，然后就很累，然后我也很谢谢我的家人跟朋友，然后一直支持我，对，也很谢谢我们乐舞社干部。就是路高，就是我们小孩，就是之前的那个，就是没有到程度，没有到很好。然后，我没有那个意思，就是我们五个就很努力带他们，然后他们在这次的舞展上，然后也表现得很棒。然后，对，是。今天就圆满结束啦，谢谢。
快乐、很白痴、很疯的相处在一起，对，然后我有点没有办法想象之后没有办法天天见到他们的日子，好啦，反正我很爱你们。没有，好像也没有要说什么了。还有，谢谢，谢谢我的妈咪，还有小阿姨，还有弟弟们，对，我爱你们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这一次舞展的另外一个舞监。我最后一次缴钱有缴齐，我还欠300块。就是很，我想要先谢谢，就是我也想要先谢谢另外一个舞监。就是，我有时候很容易会生气，所以伟伦就是扮演一个安抚我的角色，就是我很谢谢他，就是很庆幸他是我的 partner， 很感谢是他。然后，就是其实我昨天已经有想好说我感性时间到底要讲什么，但是就是看到这些人在哭的时候才想到，就是。我们真的要办完舞展了。来，你不要哭。就是。哈哈哈哈哈。就是我们的干部生涯要结束了。没事啊，下班就办一次啊。也很谢谢下面这些小孩，就是我记得我刚才看你们庆生的时候，我有哭一次，是你们没有发现，就是看你们成长很感动，虽然你们很吵，但是就是也很谢谢今天有来的观众，就是如果没有你们的话，我们的舞展也没有办法这么成功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这次舞展的活动。然后很谢谢今天来看的朋友跟家人，是，然后也很谢谢思小干部，就是跟我们一起努力办舞展，就是资源集训时间，就是我们都很辛苦，然后我们也很努力，然后我们终于就是一起熬熬过来。然后我们真的很努力，然后谢谢你们，就是虽然我今天活动可能做的不是很好，就是可能要请你多包容一下，我今天一直东跑西跑很忙，然后可能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好，可能要请大家或者是小干部还有小孩就是帮忙一下，就是多多包容。然后，我也想谢谢热舞社，我们热舞社干部，然后我们一起从新生开始就很努力，努力到现在，我们终于办完了舞展，这是我们人生最重要一场舞展。然后没有他们，我们真的不会就是变得那么好。然后也很谢谢老人，对，然后谢谢今天又来看着大家，我真的很感动。然后希望我们之后还可以就是多多见面，跟四小干部一起练舞。然后希望下次舞展我们还会再一起跳舞，然后一起办曲工。对，希望下次还可以有机会，然后见到面，然后一起练舞。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跟你们一起跳的时候，我真的很享受，我也很喜欢你们，因为我没有你们，我真的撑不下去。就是很爱你们，谢谢你们，好，谢谢大家。
大家好，我是这次舞展的激动。然后这次因为就是个人原因，没办法跟大家一起跳全部的舞。每次见到他们的时候，他们还是都很热情，就是不会让我觉得说很久没去，然后他们就忘记我。然后就是最想感谢的就是子欣宇，就是他是我们的社长，然后又是这次舞展的副招，然后我又有个人原因，然后他就要承担很多事情，然后压力就很大，然后我又不知道要怎么帮他，就觉得很对不起他。然后就想到就是今天之后就很难再跟大家聚在一起，就觉得 很可惜，然后隔很久才会去一次他们的集训，然后看到我们的小孩就是从之前就是基础还没有很好，但是到就是今天他们真的跳得很好，然后我就看到就觉得很感动，就觉得他们有把他们练我们讲的东西都有记住，然后他们练的也在今天都展现出来了，就很开心跟大家一起举办这次的舞展，然后今天的干部跟新生都很棒，谢谢大家。很谢谢今天有来看我们舞展的所有观众，然后希望你们会喜欢我们今天的表演，然后很谢谢就是今天有来看我们的，然后很谢谢今天有来看我们表演的那个我们的家人跟朋友，谢谢你们，就是有来，就是都会一直支持我们，然后就是干嘛，然后就是很谢谢。就是所有老人就是都很帮我们，就算我们很没有经验，然后都还会跟我们说就是一些注意事项，然后都很关心我们，然后很谢谢所有就是帮我们编舞的老师们，就是我觉得你们编的舞都很好看，然后最感谢的是站在我旁边的干部们，就是他们都很包容我，就是可能有时候跳舞可能会比较学的比较慢，然后有时候忘款的事情可能没有做好，然后他们都很包容，都不太会骂我，然后很开心可以就是在私校认识你们，然后认识你们很开心，然后就是小孩你们都很棒，然后。妹妹们今天跳舞跳得很好，然后就是我很喜欢你们，虽然你们有时候很闹很吵，但是你们真的很可爱，谢谢大家。Thank you.
以去县政府辩论，然后有时候我还会说不行，然后他们就还要再一直抢时间，然后他们又都很忙。像带小孩他们去上课这种都没办法去，就是都只剩下那其他几个干部，然后他们就是每次都在，就是每次在烦恼小孩们的问题的时候，我都没办法帮他们分担，就是只能安慰他们。反正这就是一些的。首先我也要谢谢就是四校的大家可以跟我一起跳，就是我平常跳舞的时候就是很强，所以我谢谢大家去包容我。然后再来我要谢谢我的补习班，因为我请假请了很久很久很久都没有去，然后他们也没有说什么，所以我非常感谢他们。然后我很谢谢另外两位美萱一直帮我做了很多事情跟帮助我很多，因为我速度不是很快，所以我觉得很开心可以跟他们一起做事。谢谢今天大家都有来看我们的表演，但是我还是没有找到我妈妈在哪里。哦，我看到了。耶、yeah, 谢谢大家。然后我是今天的活动，也许是一开始我的活动系统可能就是做的没有很好，可是还是很谢谢大家愿意帮我找出里面的错误，然后告诉我，然后也没有责备我或什么，然后也谢谢我的伙伴，我另外一个活动的伙伴，就是愿意陪着我一起改，然后改到很晚，然后每次都觉得压力真的很大，我很怕今天的舞展会没有办法办成功。然后就是我很开心，就是能遇见你们，就是虽然练舞真的很累，然后就是跳得不好，有时候咽喉跳不好，然后就是，但是跟你们一起练舞真的很开心。然后我也很谢谢我的家人们，就是最近这段时间我都不在家了。观众就是我没有想到会开到二楼，你是最棒的。然后就是因为常常干部，然后常常练舞，
跟家人相处的时间就变得很少，然后就是非常谢我的家人还有我的朋友都很支持我在乐社，然后每次表演比赛都会来看我，就很谢谢你们。然后就是就是一开始集训刚开始，然后到现在我们已经办完五展了，我就觉得很快这段时间就很不舍，然后以后就没办法才能见到你们的，因为我就很累，但是跟你们一起练舞都很开心，就不会感到很累，就是还想继续跟你们一起跳舞。我觉得我护照这个职位就是也没有做到很好，就是我也不知道我在做什么，就是每天很忙很忙，然后跟陈亮亮就一直忙东忙西的，就是反正就是他是一个很好的 partner 啦，反正就是他处理事情就是都处理得很好，所以我觉得他就是这个总招真的当得很好，就是很谢谢他，然后也很谢谢私校大家，我们一起完成了这个舞展，然后期待我们下一次可以在一起在同一个舞台上跳舞，还有我们鲁高干部们就是一起努力撑过这一年当干部的时候，我知道我们大家都很辛苦，就是辛苦你们，我爱你们哦，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这次活动的总招。那我很开心能够跟大家一起办成这一次的舞展，因为我们在疫情下少了很多表演的机会。那我们去年也是因为疫情，所以我们没有办过舞展。那今天也是我们第一次办舞展，所以，很开心可以跟大家一起完成这个干部生涯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然后，陈亮宇，加油！你最棒！确认，或者是有很多事情要做，那我觉得还有很多事都没有去确认好，所以有一些没有做好的地方，就觉得很对不起你们。然后我想要谢谢我的家人，我的爸爸妈妈，因为我去练舞通常都会很晚才回家。然后我回家之后就会很累，所以就什么事情都不想做，我怕他们会觉得我很废，就是回家之后就是什么都不做，但是当然还是会一直支持我。然后
花了很多学舞的费用，或者是买衣服的费用。我觉得很谢谢我的爸爸妈妈，然后我也很谢谢今天能今天能有这么多的观众来看我的表演，因为我本来也以为不会去坐到二楼，因为我知道很多高中明后天或者是下个礼拜都要模拟考，那我很谢谢你们还抽空来看我们表演，就很谢谢今天来的所有观众，然后也很谢谢姐姐们还有其他学校的老人，因为我们有很多事情不知道，所以他们就会一直帮助我们，然后给我们很多意见，包括今天在后台的时候有很多学姐学长姐帮我们很多事情，就是很谢谢各位老人们。然后就是最想感谢的是在台上的所有伙伴，就是其实我们还有人今天没有来，就是我们的另外一个美学，就是他其实为我们的，就是每个人都为我们的舞展付出了很多，他画了我们的很多海报，还有我们的衣服都是他去设计的，但是他今天没有来我们的舞展，但是还是很谢谢他。然后也谢谢志校所有的干部们，平常一起练舞到那么晚，然后很辛苦，我们都见不到国小，所以都在县政府晒太阳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晒很黑，就是虽然很辛苦，但是很开心可以跟大家一起练舞，然后一起办舞展。希望我们今天办的舞展大家觉得大家都会很喜欢，谢谢大家。